Hello， 各位，我发现我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玩一款 3D 的割草游戏《普朗特计划》。我玩过这款游戏的朋友都说游戏的手感超棒，而且画风非常的有趣。OK， 那我今天就来替各位试玩看看，看看这款游戏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这么好玩。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啊，觉得这种游戏真的是设计给小朋友玩的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！等一下，我的老天！这游戏也太难了吧！我妈最近好像有给我妹零用钱。各位，我们出资完了。哇操，这就是氪金的威力吗？各位，你今天是不是有去我房间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拿你的钱去充值啊，没有。我有说你拿我的钱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好，你看这么炫炮，你的钱花在这边超有意义的，好吗？你看是不是很屌，很帅？